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诗 今天继续来玩这个虚白之梦。对，今天就看看能不能把所有的结局，给回收。对，昨天玩了两集，应该已经快，还有四个门呢，感觉还很久。好，就希望可以把所有的结局收完，就今天2个小时以内，希望如此。小樱安安哦，还有小奈安安、林雨安安哦。一桥安安，还有小伦安安哦，幽静 安安，你们好。好，那这个游戏跟5个结局嘛，目前。目前我们一个结局都还没出来，希望今天可以真的全部玩完他们。好，今天就是原则上玩到11点吧，预估玩到11点。好，11点半，对，预估玩到11点半。OK，设定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对，预估玩到11点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玩吧。好，马上就来到一个这很吵的地方，我们昨天玩到这里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大声，白忙安安哦，等我一下哦，所以昨天我没有逃出去吗？好，那我们就逃出去吧。啊，卡住了，吵死了，等下换小声一点。好，右边有那个他们其中一个人的镜子，那应该之后可能跟我们结局是有关系的。那我们之后再去把它找看要干什么。我们今天还我们还是继续来就继续来把属于我的镜子打破。对，我稍微看一下，是6面没错。目前我们打了3面了吗？应该是打了3面了吧。而且我们拿到了一个银色的钥匙，对，银色钥匙。这边好像可以打开一个银色的门的样子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对，那边有个银色的门。房子里一片黢黑，灯光也十分微弱。等我一下哦，因为每次刚开始开台，那个都声音都要重新调整一下。好。哦，所以说现在还是没有开启它。他说。因为现在的煤油灯无法完全照亮，好，那这之后的事情呢？所以说我们现在得到一面镜子，还有这个地方还没有破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开其他银色的房间。银色的。这一间是灵芝间，右边好像有一间银色的，哎啊，永丰安安哦，没有，我刚开始玩而已，哦，银色的门就只有2个而已哦，好，我以为有3个，好，再把这门打开，这是灵芝间。
七不可之一之七，体验过一到六的人会被打不开的房间里的钥，房间里的镜子邀请。好，这是六吗？二，哇，有那么多的门哦，这边还好。这个，好，那看一下这间吧。先从右边开始看，七不可吃之四翼之六，忘却的教室，在某处有一间看起来发现不了入口的房间，谣传是在厕所附近，不过我是没有什么兴趣可以去那边找的。嗯，是他告诉我的还是？哎呦，你有没有看过铜像在走廊踱步呢？七不可思议之一就是会走动的铜像。虽然大家都看见过铜像，不过谁也没有看见它动的样子。我要是看到的话，肯定会一脚上去踹飞。呵呵，你会逃跑吧？通常这么讲的人都会吓得腿软。好，那我们上去。哇，好多门哦，大量的门。哦。这是音乐教室，音乐教室里面的七不可思应该也是有的。一架钢琴在与落满灰尘的房间里格格不入，一尘不染的。好，所以说钢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。哎，这边有个人，点点。这是曾经在哪里见过的人物肖像画，无言地望着虚空，望着虚空。好，这边。七不可思议之三，如果放上乐谱，音乐教室的钢琴会自己开始演奏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放上乐谱就演奏，而且这个竟然可以走过去？欸，这不是墙壁哦，我刚以为这是墙壁。好，那我们要找乐谱，应该是之后的事情了。这边。七不可之不可思议之四。厕所里的针织纸小姐，你知道吗？在女厕最里面的一间，敲门敲上三下，叫到针织纸，针织纸的，她就会出来了。虽然我没有试过。恐怖传说，大姐姐，你已经见过了灵格不可思议了吧？那到底是幻觉，还是灵魂对城市的留言所化呢？哎，所以说这个是收集吗？所以说我要见过所有的不可思议咯。哎呦喂啊！好，我们要见过所有的不可思议。哇，是另外一边。门口的鞋柜中只有一个，里面充满了诅咒。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来了。脸台上沾满着红色的液体，不想用手去碰。第三间是不是？不说话。刚刚说第三件是不是？敲三下。针织纸来玩吧，针织纸，你的衣服真丑，这样会死掉吧？针织纸，针织纸，没有反应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错了吗？再确定一下，是第三件没错吧？哎呦，是这样，吓我一跳。原来他是从外面进来的，不是从这边进来的。等一下哦。哦，哎，他是第几间？在女厕最里面的一间敲三下，叫到真子子，他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去叫他。最里面那一间，哎，铜像哎，铁锤，逃走了，体验的七不可思议之一，逃走了。哦，这铜像还真可爱啊，他直接逃走了。敲三下，跟他说“真之子，真之子”。嗯，点点点是点点点。打开门一看，里面什么人都没有。单间里没人。哎呦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体验了七不可思议之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存档再偷看。
怎么突然来到这个地方？体验了七不可思议之六。哦，纸张散落在地上，上面画着一个音符一样的记号。哇，我们迅速的收集了所有东西，好快啊！好，哎，有人呢！哎呀！咦，等一下啦！先不要敲他好了，我先去看一下那个。好。好，解开了。好，四拿到了。我刚才自己走下去就下去，哎，这边哦，哦，六，那个秘密的房间，好，乐谱。哦，如果这雕像如果敲它的话，它就变成人形的弄我。好。那我来敲它。嗯，这个不能敲哎，不是这个，是不是弄错？马上就被黑影击杀？没有，应该是要躲那个黑影吧？对吧？应该是要躲那个黑影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先去把乐谱放上去。刚右边好像有个人呢。放乐谱。哦，马上就有钢琴开始演奏了。牙齿安安哦，体验了七不可思议之三，我体验几个都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吧。好。先存档，我们体验了四个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三个，我要敲那个。不见了，先窥看一下里面吧，往里面偷看，直接被抓上去哦。好，哎，那个雕像不见了，那我可以敲那个雕像吗？南侧，那真不愧是什么南侧？所以我要去找那个雕像，那雕像不见了。啊，这边是应该音乐教室，找雕像。哎，哦，铁锤。好，这跑走了。体验七不可思议之一。哎，这间我没有进来过。这个是上面挂着奖状一样的东西，奖状一样的东西，空荡荡的橱柜，动都没动过，和全新的一模一样，只是表面的落了灰尘。灰尘。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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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居居。这很容易死呢，超容易死的。哎呦，哎，为什么那边会有东西出来？随机出现的吗？它看起来是随机出现的样子，刚刚没有出现。好，所以说那个人是随机出现。哦，刚刚看到他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敲雕像。哎呦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对，他随机出现的，所以还是要一直存档。好，
OK， 先存档，反正就一直存档就对了，把所有的体验完。好，这边是我出来的地方。在是这里，好，他会来追我吧？再回头看，七不可思议之二，好，又收集了一个，那应该只剩下一个了吧？还是说已经收集完了？被一种力量给挡住了。体验一到六的人会被打不开的房间里的镜子邀请。啊，所以我才五格而已哦。那我现在剩什么？看一下，我记得有一个人可以问。那个人，哎呦，哇，他挡在那边呢。不见了。最上面那个人可以问的样子，这个。我已体验过五个不可思议了，所以说还剩下两个，一个是最后的房间。那还少谁呢？真姿子小姐我们已经看过了。好，欢迎回来。真姿子小姐我看过了，那还有门口的鞋柜中只有一个里面充满了诅咒。门口的鞋柜，所以说我们去门口看那个鞋柜。好，所以门口那个是鞋柜咯。哎呦，好险好险好险。好，我们前往门口去找鞋柜，就可以体验完六个了，再进入找最后一个，进入那间房子，这个鞋柜，仔细看。哦，哇，这样就体验了，有点快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收集完六个了，来这个最后一间。哦，这里就是那个。六年前某个小学，我六年前的话是十岁，大概是小四小五的十年纪。对兵，你也会来吧？去闹鬼的湖探险。小生真时髦呢，那个闹鬼的湖只是传闻吧，跟学校七不可思议都有一并的，才没那种事呢。你看去年的湖是不是发现了尸体了吗？然后上个星期又在湖边发现了新的尸体，这肯定是湖里的恶灵作祟，引人投湖。哎，只是凑巧吧，一定只是因为部分的湖水很深，可以作为自杀地点。都说了不是，上周发现的尸体死亡时间推算正好是去年发现尸体的一整年后呢，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后 又有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个地点自杀了。还不止，这两个人刚好是同一所学校的学生呢。真的假的？新闻都播了，这绝对不是不可能的巧合。是啊，整整过了一年之后同一个学校的学生也死了，这有点不正常。就是那个鬼狐在找祭品，那里肯定有会使人魔法的恶灵，会使用魔法的恶灵，我们去除掉他们吧。哇，这个回答还真中二呢，会不会他们恐怖游戏都这样开始的？这么说确实有意义了，不过不是说恶灵，感觉更像是悬疑。那也送我一个吧。好样的赵燕，既然决定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对兵，等一下你也来车站吧，反正你也算这方面的同好。我是吗？好，总之我们要找我死掉的方式了。我要怎么死呢？放着很多扫帚。我要怎么死啊？跳下去吗？哦，所以要把所有人赶走，我就跳下去吗？咦，我的原子笔去哪去了？是不是刚才在教室玩捉迷藏的时候掉的？男生都喜欢那种的，不过每年的同一天在同一个地方都会死人，真太恐怖了。反正我是不会去管那些奇怪的那些事。再说小孩子跑去闹鬼的湖肯定会被骂死的，
拜拜，深白，深白也别跟那种人说太多，早点回家吧。好，那剩下一个人，这椅子为什么歪歪的？哦，所以说我帮他找原子笔喽。好，我帮他找原子笔。原子笔，我怎么帮他找原子笔啊？原子笔，哦，找到了，你的原子笔拿到了。在讲台下面，怪不得捉迷藏的时候我还是藏那里的。谢谢你帮我找到，那我差不多该回去了，明天见。好，我要自杀，跳下去。跳下去的话，可以感受到几秒钟的恐怖和一瞬间的剧痛。深白打开了窗户，从学校的二楼跳下去。哦，好痛！啊，好痛哦！好，镜子也破了。点点，深白回过神来之后，发现自己又站在镜子前面了。伴随着强烈的痛楚，视野崩塌的感觉还未散尽，但全身上下的一块疤痕都没有留下。对，上小学的时候很流行谣传有闹鬼的湖，那时候应该是关于镜湖最初的传闻。结果，自从发现第二名死者之后，关于镜湖的事件就销声匿迹了。小学，感觉那个时候很开心呢。好，他又取得了记忆的碎片，又失去了珍贵的东西。好，金钥匙啊，银钥匙，我们结束了耶。那我们应该是敲了四面的镜子了。好，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。好快哦！我觉得今天的100种的自杀方式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去看房其他的房间吧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……这没有写这里是哪里耶。黑白安安哦，你好。这里呢？血之间，我们先去血之间好了，听起来好像比较厉害。哎，这个在摇晃，是不是又掉下来？先存档，它一定会掉下来吧？哎，没有，不会掉下来。他这里写：“欢迎来到血之间。”马上迅速无障碍地带你到镜子所在地。哎，还不错，很快哦。好，我们去找镜子吧。我已经领了，好不好？六神安安。觉得疲惫的话，请尝试看看。尝试什么？吃饭吗？鲜嫩多汁的水果堆积如山，如山。无酒精的红酒啊！无酒精的红酒，好妙哦！那还叫红酒吗？哎，这有门。What？我刚从这里进去的，那左边也有吗？左边没有，那我往上走走看。好长哦，好久，好久，我要走多久呢？我们再走个10秒钟，如果还没到的话。应该是无止境的路吧，好久，应该是往下走了，真的好久。好了，应该往下走，那一条路应该是还没有开通，或者是还有其他事要做。骗我？这边好像开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这是。如果有喜欢的物品，请尽情放松欣赏吧。一幅美丽的画，一件纯白的洋装，一架钢琴，深白不会弹钢琴。啊，哦，这是我按的吗？大型落地时钟有不少年头了，
词典、书籍，还有心理学跟精神方面的书籍。哇，两条路呢？哇，又是这里。哎，作者，你在骗我。不是麦块啊，哦，我忘记改标题了，我改一下哦，等我一下。忘了改标题，没有人提醒我，我改一下标题，等我一下哦。对，发现忘了改标题了。好 ，OK， 好了。如果要重刷一下，可以重刷一下页面。哎，有熊，布偶熊睁圆的眼睛瞪着他。啊，他说：“如果你需要，可以在此休息。”带有床幔的豪华大床。非常柔软，感觉身体要陷下去一样。哇，怎么又这种门呢？左侧内侧是镜子所在。我觉得吊灯一直在晃，我觉得很恐怖。哇，这又是那个。我记得我有看到有人说，就是熊是其他有熊，就是可能代表说这附近有其他人镜子，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有稍微瞄到那个评论。可是自己看不出有其他人镜子啊。嗯，打磨的发亮的天使，杰克安安哦。那我等一下重开一下那个实况。哦，这血之间感觉好多东西哦。好，和之前不太一样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可是你因为在里面死掉啊，所以说某个国中，喂，对病怎么这么慢？因为刚才那一节是体育课，我管你，为这种事，快把我们作业拿来吧，都做完了吗？数学要写三张卷子，真的太让人太没有干劲了，对病谢啦。错一题罚1000块哦，反正你有钱，这点责任也应该是有的吧？我到底在做什么？每天给这群废物当奴隶一样使唤，听到了没有啊，队兵？你总是一直傻站着，真不愧是薄兵啊，没有什么存在感。班上的人都认识你吗？像你这么土，不刷刷存在感是没有人注意到的哦。我被这群人缠上大概有2-3个月了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发泄考前压力，反正也考不上什么好高中。我的脑袋里胡思乱想着，忍住不让这些废话钻进耳中。对兵家最近因为，对兵家最近因为作为名画家的爷爷去世，被遗产问题闹得鸡飞狗跳，人心惶惶的。所以我既不能找父母商量，也不能辍学，在家要忍气吞声，在学校就要受他们的欺压凌辱。然后我心里就开始萎缩、孤独，产生了疑问：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呢？压力越来越大的人不是你们，而是我好吗？我知道，啊，好复杂，这到底谁在说话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别看这个丫头，这副模样，背地里喜欢那种带花边的衣服。嗯？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叫什么来着？歌德萝莉，我看他周末的出门的时候还穿过呢。那可真惊人啊，好可爱啊，小冰冰，扮公主吗？少对别人的兴趣爱好指手画脚的，你们这群叉叉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对话完全没有意义，我不念了。
一旦拿出那个，世界就会被颠覆。有点中二。我叫你们这群混账，给我适可而止！啊，对，就在那一瞬间，对冰白深白伸出了藏在口袋里的小刀，扑向那群不良少女。然后，眼前女生的右手背上留下了一道6公分长的红色轨迹。伤害事件一发生，现场就被听到尖叫声迅速赶来的教室控制。因为伤口很浅，所以这件事并没有在我的升学履历上留下什么爪痕。后来那群人也不再靠近我了。不仅如此，整个学年的学生也不靠近我了。而我的父母因为这件事被叫来学校，特别是我的母亲，更对我破口大骂。于是，名为矫正的严格的管理模式开始了。就是这段记忆。好了。该打碎镜子了。诶，怎么还有不一样的选择？诶，这该不会是有不一样的选择诶。怎么办？我要选哪一个呢？那我还是选择还不到手好了。等等，还有事情还没有做完。我的过去确实可能是这样。不过，这只是记忆的实现。镜子衍生出的幻想，凭我的记忆制造出的立体影像罢了。那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？过去的我会因为血和尖叫而恢复理智，而现在我则不一样了。在这个世界的周游，精神力已经足够强韧，我可以把他们杀光，一个都不留。我确信我可以做到，我内心的冲动跟憎恶啸叫着想要破壳而出，至少在这面镜子里，让我报复他们三个人。至少在记忆中，给这群丑恶的擦擦苦痛。啊！我要杀他们！杀人啊！啊！杀人啊！杀你！我要杀多少次啊？哇！杀一个，杀一个，再杀！太疯狂了吧！麦造。好难杀哦！天哪，这应该是疯狂的结局吧？嘻嘻，哈哈哈哈！什么嘛，原来就这么简单吗？是这么有趣吗？不过，突然一切都变得好没意思啊！感觉。什么都无所谓了。哦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啊，可怜的我啊，你照镜子也疯狂了呢。回顾记忆，有时候也等于是揭开旧疤痕。好不容易能够有新的主导者，结果还是这种下场。看来接下来也没有什么好指望的了。好，我们破出了一个结局。She also lost to madness。什么意思？啊！天哪，这个结局也太……所以说，重蹈覆辙就是说，他重新……怎么讲？他又重新，什么意思？比方说，重蹈覆辙。比方说，他之后结局是他会好起来吗？他要继续在那个里面了。She also lost to madness。他再次的，怎么讲？这翻译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。我英文好烂啊，怎么办？救命！Madness 是疯狂嘛？他再次陷入了失去与疯狂，是不是？是吗？他再次陷入了，进入了，就失去了，失去与疯狂。他也是，应该是这样子办吧？我也不知道。的，这是副标题，说重蹈覆辙。
应该是吧？这直接硬翻吗？我们硬翻看看，怎么办啊？我英文好烂啊！救命啊！再次失去了疯狂。是吗？是这样用的吗？我觉得不能直接硬翻欸。有没有人知道意思啊？好吧，这是重蹈覆辙。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结局，还有四个，就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OK 了，了解，了解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吧，还有点时间。想说，应该是陷入疯狂，陷入疯狂，他再次的陷入疯狂。Also 可以这样用吧？应该是这样吧 ？Also 可以这样用吗？他再次陷入疯狂，Lost。好吧，没关系。看一下哦。看一下这句话怎么用。变成英文台啦，一起研究英文。Lobster to 是怎么用？好吧，我真的不太懂这个意思，怎么办啊？哦，就是主要是他消失在这个疯狂里面，他陷入了这个疯狂，他再次陷入疯狂，应该是这样用吧？好，应该吧？好，他再次陷入了疯狂。好，那我先做个存档，这当做是我们第一集的记录。